大家都喺度睇我哋。我就入社会做嘢到而家，学会一件事，只要你有权有势，冇人敢当面讲呢件说话。咁喺你背后呢，你听唔见呢？一死，人哋一定以为我系畏罪，其实我何罪可畏？这就是我唐吉生的女人。我一死何足惜啊？不过都是怕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。桂山，没了我，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我很快乐。